我叫秋元，你学院大三学生，一名警备一天使。第一天使，哎，我绝对不能整。梗，你疯了！怎么了？快去问他。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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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姑娘，姑娘，姑娘，你醒醒！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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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
是，死因内脏破裂，你在里面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是来带你离开的。不，没事，我没有死。没事，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必须在水面。来人呐，有刺客！阿玛卡西，哎呀，吓死我了！你不要再追我了！眼影叛变，烟影你！阿玛卡西，你想杀不死他？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追我？ 杀不死你！薇妈，你被车撞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跟家里人说呢？好了妈，没事，你跟妈早点睡吧，太晚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说什么阿玛卡西？你是谁？ 放开我！因为某人的男朋友，每一步都害怕。因为一场意外，遇到了一个穿着一身黑袍自称死神的男人。放开我！变态，你不要过来！救命啊！快把戒指还我！你在干什么？告诉你啊，现在可是法治社会，我。 我是死神，你本应该在你们最后中去世。我负责收走你的灵魂，但出现了点小意外。死神，灵魂，你果然是个疯子！救命啊！别叫！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他居然消失了，难道他真的是死神？所以。 我已经死了，阿玛卡西罗，我就说嘛，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在做梦。所以，大哥，我不是故意的。 大哥，你怎么阴魂不散呢？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嘛？把我的死神之血还给我。什么戒指？我是真不知道啊。行，那我就一直跟着你，直到你去世。苍天呐！ 干嘛呢？怎么还不走？你这黑眼圈，昨天晚上没睡觉啊？没休息好。对了，说一下阿玛卡西，你试着说一下。阿玛卡西罗。然后呢？没事，你先走吧，我一会儿就走。 怎么神经兮兮的？难道只有我说才有用？奇怪，怎么会有危险的气息？
这里有危险，你们快走！消失了。有人吞噬了戒指，所以你能够感受到附近的死亡，可能是谁的？已经去世了。啊、不，还有这种超能力，必须要使用点非常手段了。我叫秋元，本该在意外中去世的我，遇到了一个叫死神的男人，说我吞噬了他的死亡世界，因此我可以看到逝者的轮回。让你吓我！没用的，快跟我进去！我救过，起开！我同意了。这个死神不知道打的什么鬼主意。我一个白衣天使，使命是要救人的，又不是把他送走。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你的爸爸妈妈呢？啊！爸爸妈妈来看你了。问起木了头，我好想再见你爸爸妈妈，请你们不要再伤心了，安安下辈子还想见你的孩子。姐姐你不让我哭，姐姐再见。怎么样，引渡灵魂的感觉不错吧？是你引我来这儿的吧？但凡我经过之处，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若没有死亡，你所珍视的生命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他已经在这里游荡了很久，连我都带不走他。没想到你居然能够最后把他带走。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你要做我的贴身保镖，随时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想得美。好啊，反正我也不行。哎，阿玛卡西隆，别太过分。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收复灵魂吧。哇，顽强！所以你是真的没有知觉的？某人当初也想咬我来着。站住！这个样子，出没会吓唬小朋友的。你要干嘛？我叫秋元，能看到逝者的灵。在死神的指引下，我开始完成逝者遗愿。阿玛卡西罗。就算是大大的能跟随他风的阴霾，
你今天真的回来了，送你回家。你干嘛？送你回家？我先走了。终于找到你了，阿玛卡西罗。你干嘛？吓死我了！你刚跟谁在一起？关你什么事？ 我叫秋元，死而复生后，拥有灵智死神作为的贴身保镖，我负责完成逝者遗愿，引渡灵。你干嘛？你跟我说话。神经病！你干嘛要听我的？神经病！ 为什么他身上这么重的黑暗气息？他身上好像有死亡气息，阿玛卡西鲁。喂，那个女孩身上好像有死亡气息，我们得救她。这幽门关，你也太冷血了吧！她还是个浑身沾着人的，我明明可以救她的。 有没有点同理心啊？这是一条生命！救命！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快到幽灵啊！看一下，我试一下，量一下。幽灵，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你心情这么……怎么样啊？能救吗？怎么这样啊？是的，死亡气息是男生的。 不要！你不要过来！我说过的，是该人的，是不是的？你冷静一点啊，没关系的。明明该死的认输，你为什么那么傻要救我？帮我救救他！小姐，你是我见过最善良、最坚强的女人。你的笑容总能治愈我的不开心。 带着你，好好下去。谢谢你最后给我的那些温暖，我会默默陪着你的。我叫秋元。 有一个不仅风情的死神目标，我负责帮他引渡逝者灵魂，而他负责保护我的安全。阿玛卡西罗，好看吗？几千年来，想要逃亡我的女人多，没想到你也跟他们一样。 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少自恋了，我才不会喜欢你这个移动冰山呢。我是问你，这件裙子好看吗？
这可是我专门为了约会准备的。我不是警告你离那个人远一点吗？管得着吗？凭什么听你的？刚看到一个朋友，我去看一下。越来越有意思。阿玛卡西鲁，谁允许你跟踪我约会的？作为你的助手，我理应监督你的生活。警告你，不许再跟踪我，否则去无效，自己收留过去吧。行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百合啊？好香啊。没想到死神之戒竟然在一个小姑娘的手里。我怎么感觉不到死神之戒的存在？难道与他的身体共生吗？警告你，离他远一点。你怎么在这儿？于子夫呢？于子夫接近你一定有另外的目的，离得远点。什么目的啊？放下来，想要回家就闭嘴，你中了迷药。我叫秋妍，有一个不解风情的死神目标，我负责帮他引渡逝者灵魂，而他负责保护我的安全。阿玛卡西罗。好看吗？几千年来想要讨伐我的女尼姑，没想到你也跟他们一样。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少自恋了，我才不会喜欢你这个移动冰山呢。我是问你这件裙子好看吗？这可是我专门为了约会准备的。我不是警告你离那个人远一点吗？管得着吗？凭什么听你的？怎么了？刚看到一个朋友，我去看一下。越来越有意思。阿玛卡西鲁，谁允许你跟踪我约会的？作为你的助手，我理应监督你的生活，你来影响。警告你，不许再跟踪我，否则去无效，自己收留过去吧。喜欢吗？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百合啊？好香啊。没想到死神之戒竟然在一个小姑娘的手里。我怎么感觉不到死神之戒的存在？难道与他的身体共生吗？警告你，离他远一点。你怎么在这儿？于子夫呢？于子夫接近你一定有另外的目的，离得远点。什么目的啊？放下来，想要回家就闭嘴，你中了迷药。
我叫秋元，因为一场意外，死神变成了我的贴身保镖，可他总是想破坏我和男神的约会。警告过你，离秋元远点，这是我跟他的事，你管得着吗？难道死神直接与你无关吗？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坦白告诉你，死神之戟我一定会拿到手。那就是时刻。你没事吧？没事，秋元，他必须得死。你到底要怎么样？人命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他不是简单的人类，他是黑暗能量的控制者。接近你是有目的的。秋元，秋元，你还不相信我？我对你是真心的呀。他手上的戒指，就是最后的证明。戒指，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秋元。你太让我失望了，死神之戒。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秋月，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我们走。秋月，你相信我，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嗯。真舍不得把他们分开，可是女孩的时间不多了。引渡灵魂。就是我死而复生的代价。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我每一个逝者完成遗愿，真是太了不起了。你真是我见过最善良的女孩。奇怪，我怎么会想那个移动冰山？走吧。你怎么会想那个移动冰山？我叫秋元。在赶走了那个移动冰山死神后，我终于可以和男神约会了。奶奶，有人托我给您带句话。秀琴啊。秀琴啊。家里的钥匙我在小陈那儿放了一把。回头出门忘了就去那儿去。记得把药放在床头。天亮了，以后别来这儿吹风了。着凉了，我也没法照顾你。谢谢你，帮我跟他说这些。子枫，你来帮我照顾一下奶奶，我去给她买瓶水。你揍了我可怎么办呢？死都死还搞这些小孩子的把戏，真是无聊透顶。无知的蠢货。所以你真的是为了戒指靠近我？不是的，不是的。所以你看到我引渡灵魂才不惊讶？不是，我没有。你一直在演戏。秋月，你听我解释。我不要再看到你。你穿绕着地球，一直你穿。医生，我要是早点听你的话就好。你现在在哪儿啊？都是等待下一个光年，引擎加速，他现在一定讨厌死我。等会儿回家，要不要给大冰山道个歉啊？太好了，大冰山，我又见到你了，忍不住。小心。
我叫秋元，因为一场意外，死神变成了我的贴身保镖，而我一直信赖的男神竟然一直在欺骗我。亲了，奇怪，真的不会痛的吗？사랑이올때는나도놀래사랑이올때는조심스레사랑이올때소나기처럼이게사랑인가봐사랑이올때는달콤하게사랑이올때는꿈을꾸듯날감는미소만내맘들니까바람을실어보낼까그럼내맘보戒指离开我太久了，可能我在人间停留不了太多时间了，有些事자꾸눈물이흐른다看来我必须要解决了。死神大人，你这么关心这个女人，该不会是对她动了情吧？我可知道冥界的规矩，最忌讳动情。你胡说什么？果然被我说中了。秋元确实有点意思，拿到了死神之戒，我也会。그만한용기가내게는없어서我绝不会让你受到半点伤害。그한마디를할줄몰라서떠나가는널我叫秋元，因为一场意外，死神变成了我的贴身保镖。我好像喜欢上这个不属于人间的死神了，他身上的死神气息越来越重了。小溪，你大概撑不过几天。怎么可能？别骗我！真的，你快回来！不回去，安抚一下别的家属。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主啊，主啊！医生，主任，医生，医生，快点，主任，玲玲，快坚持住，快点。他没有时间了。妈，我爸不是一直好好的吗？你这孩子总算回来了。你爸昨天还在念叨，说上次不该打你。我爸现在怎么样？还在手术。都怪我太任性了。医生，医生，我爸怎么样了？主啊，主啊，医院大师，你的工作又来了。我知道你能看见我，帮帮我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孝。周晨曦，周晨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以后你就是家里的男子汉了。答应我，答应我，要好好的照顾妈妈，撑起这个家。撑起这个家。
温度，你越来越像人类了。怎么了？我有危险。我叫秋元，我喜欢上了一个不属于人间的死神，我们要一起引渡灵魂，完成逝者遗愿。 怎么会这样？我还能看到他这父亲，还有参与的黑暗能量。那是不是说明我也快了？只要有我在，你绝对不会有事的。秋月，我现在需要你集中精神，唤醒你体内的法器。 有我在，你可以的。找到了，在附近的废弃工厂。明明就在这里啊，怎么看不到人呢？出来吧，你终于来了，我的秋元宝贝。 外面那些人，都是你的傀儡吧？所以那些人都是你杀的？他们不过是蝼蚁罢了。现在我体内的黑暗力量已经到达了顶峰，就差最后一件法器了，那就是你体内的死神之剑。走，一个都走不了。我可还给你准备了惊喜。 我叫秋元，我喜欢上了一个不属于人间的死神，我决定和他一起对抗未知的黑暗。怎么样，这个惊喜不错。喂，都是我的朋友，怎么您太卑鄙了？秋元宝贝，只要你把法器给我，我保证你和我一样永生不死。像你这样行尸走肉的活着吗？那我就让你看看，他是怎么败的。 阿玛卡西罗，阿玛卡西罗，阿玛卡西罗，所以你真的没有任何的情感吗？你不会难过的吗？ 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